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杰里，我是火箭，哈哈哈！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在一起就知道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了，就是我们桌上的这一些中国 Top 5最难喝的饮料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挑战喝中国 Top 5最难喝的饮料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五种饮料到底是什么样的饮料。尖叫红色版饮料，红色的尖叫是人生口味，但多数的人喝一口就吐了，难喝指数是四颗星。好，今天第一款我们要来喝的就是叫风味尖叫。哇，真的有哦，有哦，我感觉上是真的，就是那个，你有喝过吗？像一个那种苦苦的感觉。苦啊，不会难，不会臭啊，我该抽一下。真的，我发誓真的不会难喝。哎，还好哎。真的像有一点类似泡生水的味道。应该可能我们的级别很高啊。的级别很高。哎，你不要一直讲的那种地方去。对。很不纯洁的一个人哦，跟他在一起，我时时常常都会想玩的东西。喝完了，将来验证一下。好，这一款我们觉得还好，真的不会很难喝，就是完全不会难喝。墨黑汁脱发又有这种怀疑？我不懂啊，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。总结一个，我们觉得不会难喝。树叶乌龙茶是一种极难喝的饮料，许多人连一口都不敢尝试，基本上是喝了一回就此生再见了。难喝指数三颗星。第二款东方树叶乌龙茶，上节目哦，节目可以这样随便倒了呗？没有，没有倒了也别瞪哦。有点绿茶，喝一点苦，嗯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好像熟悉听的绿茶，然后有点苦，嗯，可以这样讲，就是绿茶带有一种苦涩这样子的感觉，可是不会难喝，这种味道感觉是比较耐喝，喝了不会口渴那种感觉，好厉害哦，你会解说哎，你是资深，你煮皮又煮得太淋，我冇咬口啊，失败。一豬紅中爆泡，一夾就散，失敗中就失敗。差不多啊，以後我就不做都市傳說，也不做什麼東西了，先裝東西，裝東西吃東西。丘林格瓦斯面包发酵饮料，味道中带有发霉的面包味，让人喝完感到恶心，可以让你吐上三天三夜。难喝指数三颗星。面包发酵饮料哦，是像酵素那样子的吗？我觉得你要有准备啊，我一开我可能会很刺激，那味道。哇，真的是面包味耶！面包酵素吗？就好像那种苹果酵素水的味道，健康饮品啊。错下来，我之前包着哇，真的是很难喝的那种感觉来的，像那种雷根糖样子，雷根水。黑松沙士，其味道犹如才能风流精的可口可乐，难喝指数四颗星。怎么要搬呢？一只手开会比较严呢。沙士的味道。刺鼻的，刺鼻的味道。它可以讲，在我喝过的沙西里面真的是难喝。我知道跟沙西差不多一样。崂山白花蛇草水，白花蛇蛇草能够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、抗肿瘤、抗病毒、增强人体免疫功能。难喝指数五颗星。跟你讲，蛇草我从小吃到大，生生吃蛇草。这个可以为是白驼山蛇草水，白驼山是什么？南爬山我就懂。难喝哦，那个味道。哇，中国 Top 5，我认为啊最难喝的，以我自己喝过了，我评价，我们不是故意从高到矮排哦，不过好像的确就是这样的。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名。OK， 好，如果这五种饮料我们掺在一起的话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？我们现在去看 JD 表演。哎，一起嘞，我不能找你来这么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五种饮料全部加起来，来试喝一下。的味道，五款里面全部加起来就变成尸体的味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这样夸张啦，不过是真的有点难喝。哇，蛇草水很重哎。
对叶。OK， 我个人认为是。后劲来呀，真的有后劲哦。十八斤咖喱啊？没有啊，有后劲那个。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，不过这五款我觉得最难喝的是蛇草水，其他四款其实还 OK 的。好，今天呢中国 Top 5的五种饮料就介绍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真的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